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姐姐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快建房子，晚上有那个叫什么怪兽是吧？我都忘了。来，你们都选好啦。这个胡杨家选的是蓝色，南宫岩选的是红色，这个叫什么？萧炎选的是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什么颜色呀？这是粉色对吧？啊，然后美人老板选的是黄色，这个是谁呀？这个他没有名字的选的是橘色是吧？哎，刚好我喜欢紫色，那紫色就给我吧。这个点五要买东西吗？食物，我先买一个烤鸡，我再买个蛋糕，我再买个烤鸡，我再买个牛包。哎呀，好呀，哎，你买你的呀，你拿我的商量干什么？你走开你，真是的，这个人真烦。工具买一点，买一把这个，买一把链锯，买一把砖头，再买个大宝铲，再买个建筑方面的，买一张床。哎呀，买错了，要买个好点的，买精致木床，再买点硬沙块，硬沙块多买一点，中式字牌买一点，宫灯也买一点，火木门也买一点，啊，青木门就不买了。因为青木门太 low 了，木围栏买一点，纸牌买一点，好像不能用，但是没关系，玻璃片也买一点，白色毛料买一点，再买个新春灯笼。好了，看一下谁的房子建的最好看吧。哼，我一定要成为这个直播间最靓的宅。如果我要是没有做到很好看的房子，就会被人给嘲笑的。所以我首先要做一个框架，你们懂吗？我做最漂亮的房子。耶，看我的房子啊，你们千万不要嘲笑。不是千万不要嘲笑，根本就没有可以嘲笑的理由。有理由嘲笑。哎，那个小可爱，你走到中间去啊。我可不是借刀杀驴，好吧，借刀杀羊是吧？你请你走开一点，来过去一点啊，一二三，哼，我的房子一定要做得非常好看，这边要围起来，我看你们怎么弄啊。这个的话用灯，反正灯的话呢是有很多的，我也不怕灯没有。四周我全部用这个宫灯搭起来，不要搞得太高了，不然显得房子很 low， 你们知道吗？再弄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就够了。这边也弄一下灯，希望没有人模仿我呀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是要模仿我，我可是要收版权费的，这个不能轻易模仿呐。哎呀，弄错了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应该用灯的呀。我拆了刚才的东西，又重新用刚才的东西做了，真是太难了。二三四五，我建议你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框架弄好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怎么感觉别人做的跟我的差不多呀？这我就不服气了呀。那这房子。这边也要搞一个大门，现在我要全部给撸起来，垒起房子来。噔噔噔！其实这些房子我也不想，就是全部这么难看的。我要弄一些玻璃，不然的话真的很难看。嘿，这里都好了，接下来的话呢，这边也要弄一些的。小伙伴们说很想看我建房子，哎，可是我建房子真的好难看呀，一言难尽呀，就是每次都建到一半就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建下去了的那种尴尬。嘿，嘿，好了。咚咚咚，好啦，
这个房子的基本框架就这样了。然后的话呢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，那可就很多了。首先，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楼梯上去，一进门就可以吃蛋糕，吃完蛋糕上楼梯，那就从这里上去。这是啥呀？怎么看起来不像我的？哎呀，这好像是白色毛料呀。那毛料就毛料吧，没事的。咚咚咚咚咚咚，好啦，这个楼梯就建好啦。虽然说的话呢有一点点 low， 但是我觉得还好，这个基本框架基本不会过时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框架，哎呦，摔死我了。我先用围栏，再把这里也弄一下。围栏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到时候要在这里种东西的，不种东西，搞一点其他的也好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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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白色羊毛吗？啊，那反正都是白色的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二三四 ，go go， 就没有人来帮我扶一下地板咩？我这个可怜的人呐、啊，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。等一下，就没有人帮我扶地板。哎呀，我又要去买点东西啦。建筑，白色印刷块，多买一点，再买一点。看来我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，想买多少买多少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啦，这个房子这边的话呢就做好啦。噜噜噜噜噜噜，从这里上去呀，这个房子呀还是要弄好看一点。一二三，要黑了，什么？一二三四五。要黑了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讲清楚。一二三四五，这房子这里的话得弄一下，然后没事了。一二三四五，重新尝试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还好还好还好，我这里死在这家里啊，拿东西比较快，掉下去了。这个是一二，东西不太够啊。一二三四五，来我家睡吧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拒绝拒绝，我拒绝去你家睡，我才不要呢。我家就很方便，知道吗？睡觉吧你们，我不困啊，现在都做房子呢，你闹啥呢？二三四，然后一二，完了没了，拿着将就一下。这个野人拿不着，还能爬上来打我，对吧？肯定打不上我。一二一二。来，咚咚，
好嘞，好嘞，这就非常好了嘞。咚咚咚咚，外面的啥呀？反正我不懂，我就在做房子。哇，外面好多野人呐！还好我们这里灯火通明，我总感觉这里不要随便不要建房子就能做很好了。把房子全部给建好。其实我在山村里不是很怕野人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野人并不可怕，我还想跟野人来一场面对面的较量呢。嘿嘿，我一点都不怕野人，因为我是一个全能的人。咚咚咚咚，来，就这样，那就这样吧。全部给填上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啊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我光靠小伙伴们，我自己不做的话，肯定会被鄙视的。因为以前我开房间我不做事，我就看着别人做，然后我的小粉丝就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做呀？然后我现在做了，哎，这都连个窗户连个那个啥都没有。没事没事哦，这是我的小阳台，一个小阁楼，房间有点小，但是没关系。这也弄上，我 OK 了，你们这么快就 OK 啦？这么快就 OK 了呀？这就很尴尬了呀，我的房子还没建好呢。我要用一半的东西来铺这个。哎，你走开，这个臭野人。哎哎哎，好啦，跟着感觉走，啦啦啦啦啦，好啦，玻璃放这里，玻璃放一下，左右两边都放。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你！你们做好了没有啊？你们是不是随便做的啊？我怀疑你们没有认真做呀！走开，你这个臭野人！走开！走开，走开！练好练，好了嘞！好了嘞，好了嘞，嗯，好啦，接下来的话呢，硬沙块还差一点点，哎呀，又不够了，又得再去弄一些了。建筑硬沙块多做一些。我打算等一下再做一个很漂亮的墙，墙角。果然呀，我的小粉丝都是一些夜猫子，看别人做建筑的时候呀，眼睛都不眨眨一下的。肯定爸爸妈妈赶他去睡觉的时候，他肯定会说，哎呀，你们先睡呀，等一下我就会睡了，然后偷偷在被窝里看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这样的人。这房子建好了没有啊，小伙伴们？不然的话，我可不收留你们呀！你们要自己自力更生呀！买啥呀？还要买我的房子啊？我不卖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只自己住。等一下，我要去看一下他们做的房子长啥样啊！嘿，嘿，嘿！哎哎哎！弄错了，弄错了。我什么情况呀？好啦，房子做的也差不多了，
这边也随便修一下，用一些玻璃修就行了。再用一些这个弄一下就好了，非常好 ，Go Go Go Go！ 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是做一下我的屋顶。哎，我小飞鼠呢？小飞鼠，你别下去啊，一定要好好的。哎呀，怎么都下去了？化石龙，你最棒了。跟野人要星星去，人家晚上有野人，你们倒好啊。哎呀，但是他们挡住了我这个房子的基本雏形啊。算了，我要搞一个很漂亮的屋顶，不然的话真的就挡住我的基本雏形了，就影响我的房子的美观度了。哒哒哒哒哒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呀，好了，这房子的美观度的话呢，我感觉也差不多了，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好看。我家来干啥？你跑我家来干啥呀？哎，你们干嘛？跑我家来干啥呀？你们没你爸爸妈妈没告诉你们要那个不能私闯民宅的吗？这房子做的跟个吃货一样啊！你们做的都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哦。五，哎，好啦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 ，OK， very good， very very good。你干啥呢？坐你自己的房子去，你在干啥呢你兄弟？这大兄弟不厚道呀，想偷师学艺是不是？还是他已经做好了，然后的话呢，就是想来凑热闹。完了，野人走了，我房子还没建好。野人都走了，我房子都没建好哎。走开走开。跟着跟着走。啦啦啦啦啦。啦。好啦，这样搭配一下就不会啊，什么情况呀？哎呀，还好我这个东西还在这儿。哎呀，还得出去，真的是烦呐！哎，你们怎么还拦住了呀？这还自己还每个人家里拦了一下是吧？干嘛呀？啊，给我撸掉！对，那我去捡我的东西。这个野人来了，大家都在这里好好的干活啊。刚去的那个啥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哎，我小飞鼠怎么回事呀？小飞鼠什么回事？啊？怎么还有人过来打人呢？哎呀！走开走开走开！你们不要闹啊！我的房子还没建好呢，不像你们的房子。你干嘛？我真的啊，又没有钱，我的天！我又没有钱，我又不能重新继续探险。能不能帮我把那个什么什么削的给弄出去啊？我要打死他了！
中途就有个人搞破坏，真是的，是不是嫉妒我呀？肯定是嫉妒，嫉妒我，嫉妒我房子做得好。就跟疯掉了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来打扰我，影响我啊！这回是自己的问题了。啊，这小飞鼠不争气呀、啊！他们怎么还打起来啦？为了我的战争吗？这两个人是为了我打起来的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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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啦，在想啊，这边是不是做的不好看啊？这小伙伴都已经疯掉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疯掉了嘞，听就疯掉了，太可惜了吧？怎么这么可惜呢？四五二三四五一二三四，看他们在干嘛呀？感觉他们打架打得不亦乐乎，做房子做得津津有味。求你们别打啦，求你们了，小伙伴们。来，我在这里的话再挂几个灯笼。在这里再挂几个灯笼，左右两边都挂灯笼，大红灯笼高高挂。哎，这怎么感觉好像少了几个东西似的？这些小伙伴就顾着在这里吵吵闹闹了，也不知道好好的那个。这你 Legendary 有什么用？晚上有僵尸还是会打死你的。你这样 Legendary 有啥用呢？来，走下去看看吧。嗯，这房子做的嘛，做的还行吧，没有太差，就是那个地方有点点差。啊。好啦，这边噔噔噔噔，这房子做的还行，感觉我不是来围怪兽的，我怕你们有些人惦记着。等一下，最后在我的房子这里弄一圈蛋糕围着，嘿嘿，就是有点怕招蚂蚁呀、啊。哎哎哎哎，可以啦！接下来这个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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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不滋不滋不滋，咚咚咚。哎嘿，好啦！哎，搞这么多干啥？周围这边看一下，还是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小伙伴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小伙伴做的东西吧。这个是这个房子，然后这也是一个房子，这个小房，哎，这挡住了我怎么欣赏呀？还有这个小伙伴做的一个火柴盒呀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很正常的房子，就是能不能让我上去一下欣赏一下。还有这个房子全是用灯做的，心机呀、啊！因为，哎，这还有二楼地下室的 ，Oh my god， 藏在地下室里绝对没有野人，可以，很聪明。我也下次再弄一个地下室，我也要做地下室。
屋子装饰一下吧。好的，你们别闹，这是我的房子吗？哦，走错了，哪个房子是我的？啊、哦，这个房子是我的。他们让我把屋子装饰一下。啊、总感觉这个最上面可以用玻璃。好的，我会听你们的话的，把屋子装饰一下。我很听话的，对不对？这下面，五六，咚咚咚咚。一二三四五六一，二三四 ，OK。接下来怎么装饰你？啊，我用全部用装装饰宫灯做吧。二三四五六，还能贴吗？我猪呢？什么你猪呀？你这猪我哪知道哪去了呀？我又在哪里睡觉呢？你们别闹了呀，就在这里睡觉啦。虽然是楼梯口，还是不好，还是楼上睡觉吧。楼上睡觉那就……哎呀，感觉都不好睡觉呀。那就在这里吧，可能有一点点不好，但是的话呢，这装饰的不好啦。看来有些人就是皮痒了，想要死了。把门给再装饰一下。啊，三 L。一二 ，OK 了啊。二三四五六，一二，好的，窗户。这里我想做一个楼梯间，但是我觉得位置太小了，就算了吧。可是没有这个家具呀，没有灯啊，那我就随手做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桌子，这个桌子不像啊，算了，像就像，不像就不像，我站着吃饭。没有凳子的吗？没有凳子的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床，阿米，有人这么拆房子，有黑粉，把他踢出去。谁啊？谁啊？谁是黑粉？把黑粉给我弄出去！天又要黑了，又要到晚上了。这里，哇，居然有人把自己的家搞到人家屋顶上去了，这有点欺负人啦。我看一下，屋里空空旷旷的，然后这里，这个萧炎，这是个萧炎是吧？把房子搞到人家屋顶上去了。还没有人拆我房子，有黑粉把他，啊，还没有人拆是吧？啊，没人拆就有黑粉啦。有人拆不好呢。啊，这房子做的挺好看的，还有这么多鸡，那个蛋糕，小蛋糕。啦啦啦啦啦，有好多小蛋糕，好啦。这一晚上野人没等来，把黑粉给等来了。今天我去看看哪个黑粉，凌霄木是吧？就你黑粉是吧？就那个死黑粉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黑粉这么强大，看来不能理由他了，我得赶紧去升级我的武器。升级我的武器。哎呀，他还不给我机会，还不给我机会那个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我的门怎么被你们弄成这样了？有黑粉把我的东西给弄成这样了，给堵上了。哼，看我的好看，就在这里捣乱。大宝剑，今天我一定要给黑粉一点点教训。是不是看我的好看？哎呀，还好他不打我呀。木门，开个门，这样吧。哎呀，真的是气死老娘了！这个人疯掉了一样。走，我们一起揍他呀！不一起的话，你们怎么弄啊？啊！对不起，这就是你对不起的态度。啊！
这就是你对不起我的态度啊，这就是你的态度啊。林木萧他在哪呀？他在哪个地方啊？无恙家，看一下林木萧这个死坏蛋哪去了。哦，在这里是吧？这里。嘿嘿，看你怎么那个。biu 打死你去，看你还嚣不嚣张，你还嚣不嚣张，还嚣不嚣张，嚣不嚣张，嚣不嚣张。哎呀哎呀，东西都没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这家伙太讨厌了，把我的家弄成什么样了，有病吧你。完了完了，我这黑粉真的是太坑了，搞把我的房子都搞成这样了，把他堵住再打是吗？哎呀，他不给我机会呀，他不给我机会呀，快点打死他去。哎呀，这怪物没等来，等来一个黑粉，堵住他，堵住他，堵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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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嘣嘣嘣嘣嘣嘣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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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堵住你，我看你怎么打，我堵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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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堵住你。哎，这个方法不错啊，小伙伴，方法不错啊。你上，美伦老板，接下来你上。哎，我先吃个东西再压压惊。嘿嘿，让你这个死黑粉过来啊！哎呀，我现在，哎呀，我没钱啊，主要是现在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大宝剑我还是拿到了的啊！哎，我不撸死你！哎哈，打死你这个死黑粉啊！好了，小伙伴们。这个视频到这里的话呢就结束了，喜欢艾米的话别忘了点点关注哟，爱你们么么哒。